老爷早安，咱们种酱腌鸡蒙了吧？老板菜。现在种的那些粉丝，都是老爷粉。咱们今天吃北京的菜啊，看了一下这个炒肝和猪肉大葱馅的包子还是很有名的。先和一下面，我来点糖，加水。这些就够吃一顿了哈。这边出去买肉馅了啊，大葱和猪肉馅。猪肉馅放量的大葱，食用油得放点，五香粉。这是葱姜蒜还有花椒泡的水，用这个给它去腥，稍微来点盐酱油，蚝油，你闻闻，老香了。嗯，挺香。这炒肝呢，以前只听过没做过，也没有吃过啊。今天咱来试一下。今天这买的肠是半熟的，一口一个的大小，切完了我们再焯吧。肥肠放进去，大葱、生姜、料酒，然后是麻椒，先给它煮上20分钟。先给它揉一下，刚才放焦了嘛，把气儿排出去。薄皮大馅包子，包的漂亮一点啊！我给你演示一下，这啥呀？这个包子还蛮多。褶子，准确要死，多少个褶子来着？这样漂亮吧？嗯。包子啊，这边有38道褶子啊，现在数数就是38道，然后中间要有个空档啊，这样汤水出来这边有。别扯了好吧，中间是有空档啊。这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包子包的挺好看。那是。好了，盖上盖子，第二次发酵。等一下我们直接上锅蒸就行。咱们这肥肠，哎呀，煮了这么长时间可以捞出来了。肥肠捞出来。行啊，据说以前这肝啊比肥肠贵，所以听着还有点档次啊，所以直接叫炒肝的啊。这切薄片啊，大概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大概切成这种熊样就可以了。给点油，八角、蒜末啊，这个炒肝好像要蒜末要很多的，先炒出这个香味出来，炒出蒜香，料酒、酱油、蚝油、糖糖少许，先给它炒出香味来，水。老抽啊，给它调色，黑不溜秋的啊，这个颜色就对了啊。我们先把这些大蒜啊，这些佐料给它给捞出来，把肥肠倒进去。我们把肥肠给它煮烂透了，盖盖。这个血平锅先煮个水，肝呢不是直接放里面煮，这样的话老了，所以用水煮完了给它飞一下。飞一下是啥意思？就是把烫水啊，煮开的水放里面，再把水倒出来，再放里面，再倒出来，这样3次。咱们先把这个煮开的水往这里面倒，拿筷子打散，它往这边再倒进去。有的地方是已经外皮已经变色了，有的地方你看。有的还没好啊，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次。我们把这个刚才的水继续倒里面，用热水烫熟，不是煮熟。好嘞，看咱们的肝弄好以后，粉粉的，这就对了啊。像这些，别糊底了。哦。
煮开了，我们再给它来点淀粉。然后是肝儿，哎，现在看肝儿还挺多的啊。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啊，粘稠度现在差不多够了啊。大量的蒜末，一勺，两勺，蒜末要分次放。挺好喝的，就再来一点蒜，把它铺到上面去啊。关火，盖盖儿，焖两分钟。汤汁好多，青岛在下面有汤，看看不灵不灵，成为灌汤包了。吃这个的时候得小心点了。啊。你汤往哪嘎就不要，一不小心就会烫嘴的。哎呀，哎呀，你看这汤的，要不要准备吸管？好，走吧。嗯，干嘞，模样。非常好，我干你。嗯。哎妈，别烫着。嗯，不烫。啊，这么吃的话不烫。嗯，因为它旁边边是那个凉的嘛。嗯，它是不是一下子跨进去的？嗯，很少很少的吸进来。嗯，包子都되게맛있네。嗯，包子맛있다。嗯嗯，哎呀，哦，烫，嗯。下真大，哦对，灌汤包打得紧。下多的话就成这样了。比包子北京包子呢？嗯。北京还有包子啊？嗯。北京是这个猪肉大葱馅的，嗯，加这个，这叫什么来着？炒肝儿。嗯。还带一个炒的。嗯？没搞错。这个。뜨거워가지고내저는못먹어요우리가빵면아뜨겁지않아요조금씩해봐요돌리면안뜨거워너이래먹는다이날에그게쓰셔지전이야네지금너무너무없어응嗯，嫩点呗。嫩它叫。嗯。还是纯壮呢。要么苦。嗯。八戒两扎呗。馅太多了，不要那么多干。哎呦，这么干！等一下呢。我们结婚在那个结婚照这么晚。确实好吃呗，那是。맛있다근데버즈맛있어버즈수하면카이드되겠다딱관탕바워해가지고응하나카이드는왜는큰데카이드以前还有粉丝说的我们开店的话他会坐飞机来吃的
우리 펀스들은 다 사람 좋아. 우리 사람들이 좋더라. 애들 다 착해요. 우리 펀스가 보면 좀 내가 딱 보는 좀 원빈이 있는 것 같아. 都一样的。나는내힘껏다해주지내가근데뭐할줄아냐김치할줄아냐라바차하고조간도밖에뭐하더라那就行呗。힘껏라바차를해야죠라바차까지해줘야지爸爸以前哪有这么勤快啊？粉丝들이라바차맛보겠다하는애하는거지그러니까粉丝들똑같다고아버지생각안나요옛날에十元系列때아버지막개해지니까粉丝가보래요자기혼자거기그땅뒤에그특色사서보내주는거래요인정있다고다감동의순간挺多的내가나살아서움직이면하면라바차해가지고粉丝를줘야된다난그생각하고있어요못움직이면어디쪽으로가挺感人的이거말하는것보다하기쉽지않아그렇지쉽지않지每次弄一下你看아버지가김치한다는자체가나는그냥어쨌든粉丝들막어제좋으니까나는그냥하니이게안좋고뭐서울안좋고겉으로뭐전치하면못한다못해못하지그러면은띵도유치우들이剪辑하고자기상처내고바빠가지고막아버지막아침부터막쫓아나가지고어머니데리고막배추살러가자하면서막몰라너희가좋아하는사람들중장했는지모르겠다라바차现在中的那些粉丝都是都是老老老一辈사람이뭐다른게있나이런재미도있어야지对呀이런이재밌잖아이친구도사귀고뭐挺好的뭐좋다는거뭐라바차같은거뭐그집다른거도해주고너무재밌나안나맞아우리좋다는게대단한거지그러니까我一个糟老头子没找找开的，有什么好的呀？姐呢？转，这回能出来啥呢？红豆怎么样？这北京我没有擦掉啊，出来的话重来。热了，热的，太热了，是懒得动了。北京首都吗？整两次。哇，不会吧？内蒙古烤全羊。哎呀妈呀！上个视频，关注三六一。好了，我们每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